祥年夜，台南市长黄伟哲来到善化分局慰问同仁。跟你讲没啊，讲真的。值班台上的招牌是上错了吗？没有没有，原来这位九十年岁员警名字也叫黄伟哲啦。不正，真的交换一下我名片。也受欢了，因为我们今年举办台湾灯会，那也是台南四百，所以从年初到年中到年尾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那感谢各位的付出。除了到警局慰问，黄伟哲也和消防弟兄围炉发放市长小红包。另外高雄市长陈其迈只是在除夕一早来到左营分局，警局内的防诈骗手压吸引市长目光。市长俏皮的和防诈骗小鸭互动，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向持续执行治安维护工作的警察同仁道声感谢。在春节期间，我们的同仁也会这个努力那让我们的治安能够平稳让民众能够好过年。春节期间，警察不休息，要确保民众能够安心过年。每日新闻廖锦雄、林俊明，台南高雄综合报道。